派月餅，係嘛？冬至我一樣派啲福袋，但係我份量比較少，有少少心意就算。不過我話俾你聽，共產黨養嗰班咁嘅走狗啊，大把錢，我就會提你去攞。但你記住，攞完到投票嘅時候，投俾社民。我前後派咗萬六蚊，你知唔知啊？
中喺國家嘅手裏，就唔係集中喺國家，係集中喺國家嗰啲代理人手裏面。温家寶個老婆係珠寶大王細佬嘅上市公司主席，江澤民嘅仔係中國最大嘅網通集團嘅董事長。各位，我哋中央九個政治局常委，佢嘅親戚朋友、兄弟姊妹、兒女，控制幾多國家財富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中央各部門嘅部長，佢嘅親戚、佢嘅子女、佢嘅家屬，控制幾多財富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省級嗰啲幹部、省長、省委書記，佢嘅親戚朋友、家屬做幾多生意，你又知唔知啊？所以最近有人統計，原來中國135,000,000人口嘅財富係俾230,000人控制。計嗰條數出嚟，呢個係一個相當危險。一個國家，你幾繁榮都好，經濟如何發展都好，大部分嘅老百姓冇辦法分享呢個經濟嘅成果，呢個社會就會有機會出現動盪。如果唔係，胡錦濤唔使成日講咩和諧社會啦，係咪？個社會係和諧就唔使揾把口講，係咪？個社會係唔會和諧嘅，因為貧富懸殊，因為民怨好犀利，香港咪一樣。點解而家有咁多80後嗰啲僆仔又反高鐵又要衝擊政府，跟住又入我數話黃毓民教壞細路，你教下屋企你個仔啊，你教唔教到佢？係咪啊？你教佢